反映觀眾喜好，提高獎品嘅認受性；二嚟，大眾可以左右呢個頒獎結果，從而提高。
錢上去投資資源落呢啲人嘅身上。以歌手上一雷曼嘅例子為例啦，佢因為得到呢個 MTV 歐洲音樂大獎嘅新人獎，因此人氣暴增，資源源源不斷，更加成立咗工作室。當啲音樂人更加有更多嘅資源，先能夠為樂壇創作更加優質嘅歌曲，吸引聽眾，推廣樂壇。仲想問友方同學，如果樂迷嘅聲音同喜好都唔重要，樂壇發展係咪已經變成咗專業人士圍堆嘅小圈子先係最好呢？各位，有歌曲要發。Thank you.
係所以咁樣同我答唔到，有乜嘢獎先應該由專業評審去選出咯？所以再問有冇見到有冇樂迷咧投選個獎項嘅時候，會考慮咩因素？考慮呢首歌有冇共鳴啦，有冇令佢哋感動咧？即係咪考慮佢哋自己嘅喜好？對嗰首歌嘅佢哋個人喜好，係咪會考慮啲有共鳴嘅人感動嘅？係定唔係？係咪會考慮佢哋個人喜好？嗱，所以咧見到原來一個樂壇班裏面咧，設有咁多個獎，等啲樂迷統一咧用統一嘅標準定自己嘅喜好咧，佢評選咁多個獎嘅時候，咁設立咁多個獎嘅意義喺邊度？但係其實每個觀眾都有唔同嘅喜好噶嘛，咁喺每個觀眾有唔同嘅喜好，但係今日見到嘅就係原來唔同獎嘅背後設立意義一樣，例如人氣獎咧就係俾啲人氣多嘅歌手用獲獎，見到啲例如係作詞編曲啲，係咪一個樂迷可以評選得出嘅？咁但係如果佢技巧好，根本冇觀眾睇得出嚟好受用嘅時候。唔係有冇受眾嘅問題，都要考慮嘅係樂壇頒獎典禮嘅本質。見到原來樂壇頒獎典禮本質咧，係需要考慮到一啲實力嘅時候，今日係樂迷冇辦法做到。再問你學下，知唔知認受性係意思係點啊？認受性咪就係多人認同。如果有個人認同咧，認受性嘅意思係指咧規定肯定咧係要正確合乎邏輯同可以辨證嘅事。即從來認受性考慮嘅唔係人數多或者少，而要考慮係有冇呢個專業性咧去評定今日究竟呢個獎係應該頒俾邊個。
代表頒獎禮的獎項就應該是由樂民選出，而請有不同解釋翻兩者的必然關係。頒獎禮的本質是在於肯定傑出音樂人的音樂創作和演出成就，因此我們今日衡量的應該是專業評審和樂迷何者更能選出音樂範疇的得獎人。我們有不同的邏輯，現在是不是奧斯卡等等的這些獎項是不是都要由電影界奧斯卡這些等等的獎項是由樂迷投票為主，電影業界的專業評判無辦法代表觀眾呢？那是不是就應該就是不是不應該決定這些獎項的結果呢？然後有不同學就跟我們說這個認受性，但我都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多人參與就等同於這個頒獎禮有認受性，但我不同學都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音樂獎項認受性就基於是人數而非專業評價，是不是現在所有的專業評審為主的頒獎典禮，例如國內美的專項獎通通都沒有認受性呢？之後有不同學就說可以提升關注度，但有不同學今天就只說這個提升關注度，但我都不明白的是因為首先一個頒獎禮的好壞要看它有多少關注度，其次是專業評審是特等於沒有關注度嗎？我覺得今天見到的是什麼專業評審選出為主國內美的專項獎等等的這一些甚至去專項獎每年的加拿大人數都保持140万以上持續增長，點解就會冇關注到呢？有可能你要論證清楚㗎。之後有問題我就提到話有暗箱操作，但係我有問題正舉出實際例子，舉出論證翻有幾多會有呢啲暗箱操作。如果唔係有問題，都冇辦法去話呢一個有暗箱操作。之後我第二個論點咧就話呢一個嘅佢哋會可以提供到資源啦。但首先我方就好似正如我方前面嗰個音樂並唔係一個商業產品，亦都我方主辯亦都講過話，專業先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藝術性，令到佢有更加多元化，可以百花齊放咁發展。呢啲正正話可以挖掘到其他被立可能被非主流嘅音樂被忽視嘅呢啲，咪正正可以由專業評審嘅角度可以選出咯。有個同學今日咧，所以都亦都冇，所以有個同學咧就係、是、嘅。都冇辦法去講出到底一個樂迷點解係可以代表到呢一個嘅專業評審。在座各位，專業評審同樂迷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哋擁有呢個專業嘅知識，佢哋擁有一個自己職業操守，識得衡量作品嘅好與壞。呢個正正係樂迷做唔到嘅嘢。正如呢一個嘅梅廣博士喺香港著名嘅作曲家等等，佢哋喺香港出戰咗咁多嘅比賽，咁多嘅。嘅顧問咁係咪呢啲就完全唔係專業評審咧？有乜同學都冇法論證啊！多謝各位。認同變得受歡迎，需要有資源，要俾樂迷回應，因為正正就係要俾佢
很多人比较多唐诗和乐文，这个乐文的关注度，所以我都系话，我哋可以整唔同嘅奖俾小众音乐。Tom Music Awards 嘅创办人 Jay Thomas 都同意分类好重要，在而家都有专为小众音乐人士嘅颁奖礼，就例如啱啱嘅 Tom Music Awards， 即系两者小众同主流共存并冇冲突过。当小众歌曲俾我哋发掘到一啲好特别、好唔同嘅感受，共鸣更加深刻嘅时候，自然由非主流都可以变成主流。我哋嘅音乐都更多系关注乐坛百花齐放，呢啲有方只得嗰几个评判，又重要到咧，仲要各位都唱。我覺得2014 MTV 歐洲音樂大獎全球最佳藝人大獎之後，外媒爭相報導，亦都勝訊出席為 Twitter 名人首席選手。喺 IG 上嘅歌曲線量率、下載率都已經爆增，所以我哋見到佢俾公眾一人一票成功發掘出嚟之後，取得呢個獎，隨即名氣大增，廣告商資源匯聚，關注率都提高，令佢創作繼續創作更優質嘅歌曲，使樂壇變得更興盛。Thank you.
受歡迎啦。咁所以有分得㗎啦，究竟係俾唔俾樂迷投咧？各類嘅評判基礎有1萬1000人，我感覺咁多，咁點解唔可以係更多嘅一啲嘅？
在座各位由2011年起加入大陸，於當時的樂壇一直都不備受重視的吳宇坤，當同樣的歌手已出道一段時間的時候，他因為於台慶淪為人肉企而備受恥笑，直到4年後簽唱片公司後，吳宇坤於2015年的叱咤樂壇頒獎禮中勇奪三項大獎後，終於備受肯定。直到今時今日，他的獲獎紀錄已經僅次四大天王，當他辛酸自由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叱咤樂壇頒獎禮獲獎的確給了很多勇氣，令到他繼續堅持在樂壇繼續創作，在這條路上繼續堅持下去。而來到 TVYZ 就等我來總結全場。第一，認受性，有方就指出原來粉絲選出就有認受性，但其實當我方問有方為何樂迷選出就一定有認受性的時候，且樂迷又是否真的有專業的知識他可以選出得獎者，有方根本就舉不出例子或者數據去論證，只是跟我方說原來我參加一些活動，所以就原來有音樂的知識，但其實他們那些樂迷都根本是沒有受過一些專業的訓練。再者，當我方問是不是現時所有以專業評審為主的頒獎典禮，例如奧斯卡、格萊美等，都是全民公審，是不是就代表他們沒有認受性時，有方都只是被不打。再者，其實我方全場要不停跟有方說頒獎典禮不單是選出近20出的歌曲，而數量多少年從來不是認受性的考慮因素，只有專業評審的專業角度以及意見而考量出來的得獎名單，才是真正有受息的時候，有方都只是轉移視線，反而質問我方格萊美的認受性不夠。可見其實有方都知道粉絲的認受性根本不及專業評審。第二願景，其實今日我們都見到有方對樂壇的未來是十分之短視，有方講得很好聽，話原來等粉絲投票就可以提升粉絲的參與度，從而帶動經濟。首先，其實有方已經承認咗產業係會趨向單一化，即係認為一定會趨向單一化的，但我可以舉出咗很多例如韓國樂壇的例子、格萊美等例子，亦都指出咗只有專業評審給出的專業意見，可以令音樂作品更加多樣性，而不局限於大眾的口味，而且亦都能夠真正達到樂壇的本意，即是選出更傑出的得獎人。而當我方問有方音樂走向單一化是否有方常見到的情況時，有方只是跟我方講原來提升商業價值。原來是可以提升商業價值，但當我方問有方實際數據時，有方是舉不出例子的。可見其實有方都知道這個論點是不必然。相反，我方今日對樂壇未來發展有更宏觀、更長遠的睇法，希望音樂可以更加多元化，而唔係好似有方咁逐漸趨向單一化。我方故步自封，反而我方能夠令到樂壇又有更多種類嘅歌曲。第三，關注度，有方講得好好聽，就話樂壇可以帶動。樂迷可以帶動樂壇的關注度，但當我方以加拿大朱樂獎嚟同有方論證，就算係專業評審為主，都會有好多嘅觀眾，並同有方同學論證關注度同有方為主嘅必然性時，必然關係時，有方只係同我方講舉出一啲可能會帶動因素數據，可見其實有方嘅論點應該係唔成立。而有方嘅公辯環節已經承認咗樂迷係有主觀傾向，意思係有方都知道樂迷唔聽曬全部歌曲情況下，會因為主觀傾向，加上佢哋冇呢方面嘅專業知識，而投票俾佢哋中意歌手而唔係最優秀嘅歌曲。有方都話有重名嘅獎係好重要啦，但有方其實我全場都同有方講，原來喜愛獎係俾粉絲投嘅喎，而且有方全場都冇方案啦，唔知道乜嘢係為主，即係唔知道變成自己嘅為主係咩意思。但我方清晰提出方案，有方講俾我明，都我方全場都話人哋獎可以俾有方啦。咁其實有方全場嘅講題嘅本質係咩都唔知咧，個比賽形式大家都可能會想知道講題，而咩意義？專業審核權，有方認為其實專業尊重市民的選擇，可以人的世界是認為而家香港係受幾人扣餅，多謝各位。之後的影響，甚至有關一言附有個好奇怪邏輯，一陣可
第一專業評審，有班咧都俾專業評咧，就係因為佢哋夠專業性。但係講咗成場究竟專業二字係咩意思咧？咁咧就同我哋講話啲評審咧可以知道佢首歌好唔好聽。但我今日佢可以講話啊，佢歌詞好有意思，旋律好好聽。咁我係咪又算係專業評審啊？甚至有冇見面同我哋講話叱咤樂壇嘅專業評審？但佢哋講緊嘅係一啲唱片劇先，即係學傳媒係完全唔關音樂領域嘅事，所以有班。天然係論證唔到一個專業評審嘅專業性喺邊，獎項嘅認受性亦都無從求證，所以專業性講唔過去。我哋再嚟睇下有方今日極力排斥嘅第二個持份者國民。咁我今日覺得咧，國民冇專業知識，所以揀出嚟就冇實力。但點解今日作為一個公眾人物，被公眾認可，唔可以代表佢係實力咧？係咪而家所有出名歌手都代表係冇實力咧？就冇錯，音樂人都希望得到前輩認可，但頒獎典禮係作為一個公眾節目，就俾一啲平時隻手唔夠長，伸唔到入去樂壇入面嘅聽眾參與在內啊嘛。有幫佢重點既然係專業意見嘅時候，但頒獎典禮唔俾專業意見，明明喺行內有大把機會可以聽佢意見嘅時候，評論環節就顯然唔係今日有幫成立辯題嘅基礎。我係佢今日最重要嘅持份者，音樂人。咁啊，我哋講話要多元化，但我個議判已經同你講咗話，這個香港音樂年度十大連非主流音樂卻先都攞咗獎嘅時候，有方都唔敢回應。甚至有方要講嘅多元化，咁我方而家簽多幾個非主流音樂人獎俾佢咪得咯？所以其實有方咧存在即係講多元化咧係毫無通量，一直口號式講要多元化，要多元化，但究竟今日如何彰顯有方係從來都冇解釋。甚至有方今日同我哋出埋商業化、單一化啲名詞，但我方唔明啊，點解咁商業化就等於係單一化？有方都冇論證過。人難發現咧，有方今日嚟上個壇咧，就係個音樂人十萬人唾棄都冇所謂，評判俾高評價就得啦。但有方將啲認同咧就扭曲為一啲惡民嘅反思言論嘅時候，同聽眾產生共鳴，呢個係音樂要感動人、感動自己嘅必要過程。好可惜，但有方將呢啲要觸動嘅對象都趕走曬，無論係咩音樂，甚至有方嚟講嘅要關注嘅小眾音樂，都想俾樂迷加去嘅時候，評判全權掌握，又點樣聽到佢哋想要嘅加去咧？嗱，你又話要輕盛，無關注度，無大眾化，何來輕盛咧？之後咧，有我方話咧，要今日要有曝光度，要有資源啦。有方咧公面已經承認咗係要有，但一言歸正，完全唔夠膽再提。所以廣告商睇嘅係你紅唔紅嘅時候，喺大眾化嘅時候，今日專業評審投出嚟，根本代表唔到大眾聲音。今日佢哋代表唔到大眾聲音嘅時候，啲歌手冇廣告接，冇錢賺，冇資源做音樂，有方要培育一啲優質音樂嘅初衷又點樣彰顯咧？最後個壇面走向先字化，抑或係大眾化，就是、今日雙方最大嘅分歧。有方話要挑選好音樂，講真講得好聽，但音樂作為一門藝術，跨越語言界限，用心交流，係咪真係需要一啲咁高嘅門檻去限制住佢咧？韓國一直立足於流行文化巨頭，就係因為佢背後有大批聽眾去支持佢音樂產業，所以今日夠專業，要音樂有人唱，有人聽，有人明先叫樂壇，冇人問津嘅樂壇只係一潭死水。多謝各位。方面，發言時間內4分15秒。
大嘅頭牌先，咁我知道咧，平台係即係俾一啲可能中年較少嘅人啦，咁點解用一個係執嘅機會啦，咁多年間，咁但係我覺得呢一條咧，即係平台本身係準備嘅時間比較長，而家我覺得呢條變態咧，亦都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啲國際性啊，或者係需要好多知識嘅，反而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佢係一個比較貼近我日常生活多少少嘅一個。我覺得設計呢條鏈係唔埋口呢條鏈係，其實係希望能夠大家用多啲可能喺日常生活嘅鏈解嘅模樣，或者係可能係一啲比較同自己能夠共情嘅東西，去增進自己可能喺演繹啊、推進啊，甚至係價值釋放上。而我覺得今場坦白講，我覺得係更加好辛苦，即係內容上咧，我覺得基本上佢做得苦嘅，長尾春。後場真係冇任何新嘅回應同埋提升。我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咯。呢一張咧，我今日寫嘅文字，平平唔知。我之前咧，中意寫咁多，一副寫多少少，跟住我唔知冇寫。呢一張我上一場文字，我兩邊都有寫。而呢一個就係我想同大家講嘅，即係咁樣轉頭，你再用唔同內容上，即係講大字上。如果今日係講樂壇啦，講翻張題啦，我問下大家，你覺得你數唔數到自己講咗超過三個音樂人，超過三首作品？我覺得都唔係數到，咁我覺得係需要呢啲嘅功夫，即係我覺得係準備上嘅東西，而你覺得係一個論述嘅過程，需唔需要透過延伸自己觀點、論點、價值，甚至係自己嘅論據，去令到你嗰邊有更大嘅優勢咧？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要諗。多少少？咁我首先講，因為我覺得喺呢個階段，我真係覺得好多嘅交鋒都係唔係真係好地，我好難平分。咁所以我嚟到就係講一啲，我自己覺得喺諗條主線上可以再 extend 得多少少，主線設計上可以做得多少少嘅少少意見嘅。第一樣嘢就係關於大家方案同埋立場，咁其實有少少討論過。反方就有對質疑正方。即係到底你想個比例係幾多啦？咁正方喺第一次嘅實踐質疑嘅時候，佢回應係呢個係兩層嘅原則嚟嘅。咁樣個回應可唔可以話係聰明咧？可以嘅，但係佢後面佢都明顯見到係會有幾多俾人問啦。咁所以你回避得一時，你都避唔到一生。咁但係去到最後，其實你嘅立場都係覺得樂文選係最好，因為所有嘢都要反映大眾。咁點解你唔建議呢條打法？係啊，就係、是、全部都係公平。或者全部就係講下宣傳。如果你根本都唔會諗任何專業評審，喺你哋專業設計上，你係根本唔會理啲專業評審講啲乜，你都係覺得最緊要就係觀眾啫。咁你咪結結啲成嘅，對手都夠硬夠。咁點翻轉頭啦？好啦，嘅反方又質疑到對手呢樣嘢，對手冇回應到。咁但係你嘅原因有幾多？好啦，你話我聽數量上夠唔同，但係你去後場其實你有好用户嗰啲人哋報復我，即係話人哋嗰個好應該設立嘅。咁假設今日正方立場就係話，好啊，咁人哋嗰個設立就多過專業手數啦，咁你會點樣？咁我加就多啲，譬如我十首人哋歌，全部都係人氣歌曲，咁我就冇最受歡迎歌。歌手，佢全部攞曬俾
呢個比例啦，咁呢個比例合唔合就下一個要討論嘅仔啦。即係佢擁護嘅係而家呢個既有專業長，亦都有人力長，咁但係專業多少少嘅呢個比例。咁所以反隔方綜合嘅真嘅。咁而家個翻關於科目上，我覺得你可以反思嘅就係隔方綜合嘅考咗一個嘢叫做咩專業嘅篩選，然之後再國際考。咁呢個就翻翻去就係咁介紹咗一個方案嚟。咁如果你篩選咗啲學位上頭嘅方面，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翻翻轉頭，就係你本身個立場嘅嘢，講緊國民至上嘅就唔需要戴呢啲頭盔咯。咁呢樣嘢就係你哋諗完之前嘅立場嘅過程，你覺得你要揀立場揀到幾時？即係冇錯，你可能設計嗰個回應就係這是你論壇嘅東西，但係你論壇嘅東西係會演繹，係會反映喺牆上。咁所以其實你係咁點樣揀到最準嘅？當呢一個係講開。第二嘢就係價值上延伸啦。今日雙方嘅討論就係在於，即係要方向嚟㗎嘛。即係學人翻咗兩樣嘢嚟，一翻咗兩間要傑出嘅東西。咁教科學角度其實都喺我嘅世界入邊，我會覺得唔得嘅，因為佢哋覺得傑出嘅嘢就係學位講嘅嘢嘅傑出。咁所以我就會期待，其實呢個就係今日應該要雙方入嘅教科啦，就點樣學文揀嘅東西係傑出，又或者點樣專業評審揀嘅東西。咁但係個問題係後場嘅討論就係大家開始都用一啲嘅我叫做 jargon 啦，一啲套語就代替咗呢個成個論述。隔方就同大家講，觀眾投票咧最好㗎啦，因為佢哋最能夠反映到明嘅。我哋我唔係就係聽呢啲㗎嘛，粵方就話俾你聽，我哋好專業㗎，音樂就係好專業㗎啦。咁我就會想聽到有啲咩例子，會唔會有啲歌可以講到俾我聽啊？如果你講啲想感情嘅、想演繹嘅 ，Mira 又好，林家堅又好。有冇啲咩例子話到俾我聽？我可能係感情重要過技巧咧，又或者係粵科嘅角度，有冇啲歌係佢投出嚟？哇！呢個唔專業，唔專業，唔專業，冇唱功啊，又成啦。咁你都要俾啲解釋我啦。咁你胡邊都係講咗啲道理，啱唔啱啊？啱。你講嘢都有道理嘅，但係邊係你哋爭拗嘅邊道理邊個啱啊嘛？咁但係你都冇即係實質透過無良例子個討論上好進行交流。咁我就只能夠係你講幾多，我就不斷嘅重複俾人。即係你不斷同我講話佢好我點解佢傑出嘅東西有咩係傑出咧？咩專業咧？點解公眾就唔專業咧？呢一個嘅互相嘅攻擊、矮化，甚至係俾自己延伸，先至係長期操練到嗰個東西。咁所以就我唔講咁多啦，我先用好多時間可能大家互相咁去做啲實質啲嘅討論啊。我覺得佢喺後面高別期嘅時候可以再討論。不過我覺得呢一條我覺得。如果有啲嘅所走嘅信息嘅話，我覺得甲方就係你嘅立場可以講得清晰啲，咁你會對後場放心。其二就係你對於自己主張上嘅本身就唔係其實係乜嘢，我覺得你方面係有嘗試去講嘅，但係你知道就咁講一啲道理咧，夠你做到難字可能係道理咁深刻，咁你可以嘗試對本身講少少有少少偏，其實你都嗰個偏方係嘗試去講方向啊嘛。咁而一首歌佢一人之影咁樣，咁其實大家可能。而佢嘅方就係我覺得你哋嘅主線設計係好啲嘅，因為我話其實你問奧斯卡呢個問題咗嘅，但問完之後我哋會期待，咁你問奧斯卡佢就咁帶出結論嘅，帶出結論係專業，咁咩係專業啊？點樣專業運作嘅咧？咁我會話聽到多少少嘅問題，咁我哋會睇下市場嘅情況。咁所以嘅嘢就唔好重要嘅，我唔知道我哋有啲啱唔啱，大家一齊討論下。大家其實係講到寒流呢樣嘢相當有用，但係你哋講完寒流之後，講到寒流有頒獎禮，冇頒獎禮冇乜關係。寒流嘅頒獎禮係專門好多啲學位選出嗰啲喎，到而家都唔知。即係你甲方就講咧，寒流應該好多人關注所謂商業化係有咩過往嘅問題。乙方話寒流好商業化，大家好單就咁都係過往。咁樂壇即係譬如巴馬咁啦，都係寒流 base 嘅。其實如果據我理解啦，應該都係專業評審學位，係一個混合嘅。咁你想帶出嘅信息係都係某程度係多謝。好像。
傳承翻下面嘅一樣嘢。而其實我覺得，如果你鼓勵一個科嘅話，其實你最後你可以，即係如果你好好地善用你嘅第二個科啦，其實你都係可以鼓勵一個好靚嘅樂壇嘅 picture， 就係我原來一個頒獎禮可以令到唔同人中意嘅音樂人都可以受到關注嘅喎，然之後最後成個樂壇嘅發展會越嚟越健康啊，越嚟越健。所以你眼中你理想嘅樂壇發展應該係點咧？大家鼓勵你嘅 picture， 咁但係最後好可惜嘅就係今日。唔係我聽得懂，然之後同埋咧，第二個其實我有一個疑問咧，就係如果我冇聽錯嘅話，應該係相對嚟講都話有一啲可能新人啊冇乜資源去做音樂，於是個頒獎禮會令到佢有多啲資源做音樂，我可以理解啱唔啱？咁但係我嘅疑問係一個新人冇乜人關注，冇乜資源做音樂，都會有好多人投票俾佢，好多人識佢，呢個係我少少嘅情況。咁但係佢最後即係都冇乜點大講啦，所以就。之後去到後面咧，其實我覺得正方有一樣嘢，我聽落去有少少難意嘅地方咧，係可能你有好多專業嘅嘢啊，不過啲聽眾都聽唔出你嗰啲專業噶啦，咁你啲專業有咩用啊？如果啲人聽唔明嘅話，但我覺得呢個聽落去有少少難意嘅，即係冇錯，可能你啲 layman 真係唔係好知道當中嘅技術含量有幾多，咁但係話唔係呢件事唔重要先，都唔係噶嘛，即係你音樂可能你教嗰一部分，嗰一部分。某一部分重要的是要引起啲人嚟關注，引起啲人嚟共鳴。但係另一部分音樂本身都係一個專業，可能係佢有啲好專業嘅領域。我知有可能有啲人中意聽真假音先注換，有啲人好注重音準，有啲人好注重感覺，可能好注重個歌手帶出嚟感覺。有啲人覺得楊千嬅唱歌走音，有啲人覺得楊千嬅唱歌好有味道之類之類。咁但係唔代表話啲人啲大眾未必人聽得出就話呢樣嘢。咁所以我會想聽到嘅部分可能係專業少少咯，而係講話我可能專業知識可能係有啊，但係我哋今日睇嘅唔係淨係要睇佢嗰啲專業知識啊嘛，更加重要嘅係嗰啲人嘅自由聽首歌真係有冇共鳴啊？啲人驚唔驚到你嗰首歌嘅 message 啊？我即係會 expect 係可能聽到多啲驚啲咯，因為如果你一答落去就話專業其實唔重要呢件事都幾難嘅。之後係啦，跟住同埋去到後面就係、是。甲方嘅一個問題就係嗰啲咩專業評審 filter 咗你嗰啲歌，跟住先至再俾人投票。其實呢個我覺得你甚至唔出呢一步咁好啲啦。其他啲人，啲人真係想投，譬如5000首歌，我真係聽過某一百首歌嘅，我淨係聽過某一百首歌嘅啫。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啲歌真係好好好好正，咁我咪投呢啲歌咯。咁我覺得反而你其他一個立場會好少少，即係過咁脆啦。同埋我覺得我會 expect 聽到多啲嘅嘢係類似唔同人，即係類似講法上啦。即係我知呢個係你有諗到嘅，但係我覺得可能講法上你有多元化少少，就唔至於你會全程 loop 啦。例如係講多啲嗰啲咩，其實一首歌咧，可能唔同人聽落去都有唔同嘅印象啦，唔同嘅感覺，佢會聽到唔同嘅 message 嘅。可能唔同人咧有唔同嘅 taste 嘅，可能有啲人咧就覺得林嘉欣唱歌好似電影經，但有啲人咧又覺得林嘉欣唱歌咧有一種特別嘅感覺。之類之類，有啲人覺得咧，姜濤唱歌好熱血啊，佢好努力奮鬥；有啲人覺得唔知佢送乜鬼嘢嘅。咁但係，即係呢啲人都係唔同人對於同一份音樂、同一種音樂嘅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啊嘛。而呢件事係即係真實地存在，而唔同人嘅諗法對於呢個音樂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嘛。咁所以我會希望，可能甲方可以做到多啲嘅係開具佢呢個技術，到底事實上啲人係點樣有唔同嘅睇法咧？點解呢種唔同嘅睇法係咁重要咧？對於個樂壇嘅發展嚟講，點解呢種睇法對於頒獎禮、對於樂壇嚟講有咩重要關係啊？可以即係對到最後對於樂壇嚟講可以做啲乜好嘅事情咧？我會期望聽得多嘅、更多嘅係呢一點。之後去到粵方，嗱先，粵方嘅佢幾個人都好正路啦，但係去到後場真係，我都係覺得咧，從甲方嘅問題同一樣就係比較 move 啊。即係你嘅講法咧，講嚟講去都係同一種講法，然之後由主辯到到辯辯明都係講緊差唔多嘅嘢，你講演繹嘅方式都係差唔多嘅嘢，就係不停咁講緊，喂嗰啲人佢可能知道專業嘅知識啊嘛，咁專業嘅評審嘅專業嘅知識啊嘛，可能啲專業覺得我哋想反映人性嗰個人氣獎嚟講，佢由頭到落尾都仲緊要講法，咁但係我期望聽得多嘅係譬如話專業評審究竟咩咁特別先？佢可以評到啲咩係人哋啲普通人係評唔出嘅咧？有冇啲 concrete 啲嘅例子係可能啲人好中意啊？
其實算，但係我會諗嘅係，樂迷唔識得睇詞咁樣，即係樂迷都可以睇完歌詞之後得出一個唔同嘅見解噶嘛。咁唔係話淨係專業評審先至識得聽詞，先至識得聽曲噶嘛。咁其實會唔會樂迷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咧？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冇講法或者之類啦。咁但係呢個係我會思考嘅嘢。咁同埋咧，我覺得打歌咧，其實今日好執唔係打歌粵歌啦，好執著嘅一件事就係成日都話咧，你嗰啲人如果係靠入鏡台出嚟，跟住最後就會單一啦，會商業化啦。咁但實際上單咗喺啲即係發喺邊咧？人口聽到喎，譬如話今日其實香港樂壇係單一成年嘅樣咧，係咪種種歌都係差唔多曲風？會唔會係種種歌都係差唔多嘅歌詞？我唔係好知啦。咁所以我會期望聽得更多，又或者係啱啱同大家講過嘅韓國啦，今日韓國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咧？韓國係真係好單一、好商業化咧？咁我唔知啦，可能要講多啲啦。譬如話我聽完嘅，我嘅理解係其實韓國都唔係聽 K-pop 噶嘛，韓國人可能都好中意聽 trap 嘅。咁係咪又代表係好單一咧？其實個 trap 入邊都係啲 trap 都係差唔多嘅 trap 咧？即係我會期望可以一直傳多啲，而唔係淨係掟多個資源韓國而家好單一化，拜拜咁樣呢個原因。我會想聽多少少，然之後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小心唔好打到草人啦，人哋冇講話我想操作就小心唔好啦。喺嗰日嘅時候，大家可以冷靜少少，唔使太激動，係啦。咁如果唔係，可能即係觀感上會有少少嘅影響。雖然唔係太難問題嘅，咁但係即係盡量就保持翻風度啊，冷靜少少都係啦。咁我差唔多。音樂的機會係多咗好多嘅，創作人個機會咧係
你能夠發布自己的作品，亦都多咗多，唔需要透過一啲即係唱片公司，甚至同埋同大幫人。大家如果佢真係唱得好，或者一啲地方啊有部門人哋關注嘅，其實都容易去等大眾去認識嘅。因為基於呢個咁樣嘅面子，所以甲方可能就會望多少少嘅就係、是、啊，可能啲樂迷咧其實個鑑賞水平已經提高咗啦，佢哋個機會係大咗，所以一啲原本冇可以成為歌手嘅歌手。佢會因為個製作成本低咗，從而去擺努力落去作多啲歌啊，或者了解做做演唱係咪啊？或者係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其實呢段時間多數都林峯啊嗰啲，其實都係有呢啲咁樣去即係一路可能佢哋其實張敬軒啊，一路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上咗嚟，即係一個真係學下嚟翻唱片牌。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係可以講得好好，即係包裝得好好嘅。咁但我見可能甲方佢就將嗰個重點咧就擺咗喺一個我自己覺得，因為點解我會覺得你哋後場會攞呢個方講咧，係因為你講嚟講去其實呢樣嘢嗰個本質係即係嗰個甲方嘅強或者係創作自然嗰樣嘢。其實我諗你頭先幫助緊呢樣嘢，頭先可能我嗰樣可能比較即係會清晰啲。反而你話憑一個頒獎典禮去攞一個資源去繼續做音樂咧，呢個我覺得係比較薄弱，因為一來就係、是。其實我要認識音樂人，一定要從個頒獎典禮。我好多好多方式，即係例如有啲所謂嘅音樂人，佢可能喺頒獎典禮裏面冇乜獎，但係好多都好啊，有個大隻嘅頒獎典禮，諸如此類。其實佢冇乜攞獎嘅喎，係咪？但係佢大家認識佢，大家都用佢嘅歌手攞嗰啲，係咪？或者早幾年嘅水蓮蓮，係咪啊？佢都其實未攞獎嘅時候，即係佢都有個口碑喺度，大家都揾佢。咁所以咧，你問我嘅話係唔係呢個係唔係好主要即係頒獎禮嗰個意義咧？創作資源嗰樣嘢，我就覺得未必真係咁容易去推進咯。咁所以呢啲我都覺得可以留意多少少嘅。咁至於粵方方面咧，就比較我覺得比較正路啲嘅喺嗰個即係方案嗰度咧，其實你哋係清晰好多嘅。咁呢個亦都係甲方頭先幾多次講過啦，就係、是。即係你冇呢個係個機會係責任嚟嘅，你唔可以冇方案嘅。咁如果唔係咧，喺邊度搭嘅？咁你哋都有方案嘅。咁但係我覺得個方案咧，你哋可以諗多少少就係專業評審呢個方案究竟係維持而家不變啦，究竟係改進一啲嘢啊，定係點咧？因為我聽嘅時候就係你開頭我聽到個方案應該係改進嘅，即係你話我加入你哋話想加入多啲嘅。有啲樂迷嘅元素，跟住你想化解咗甲方嘅矛盾啦。但我反而聽一下咧，就係我會心諗嘅就係而家你最受歡迎嗰啲其實都有㗎啦，係咯。咁究竟你哋係維持現狀啦，定係呢個方案？其實如果係甲方嘅問題啦，咁然後再去第二步，我哋再裝 check 嘅乜嘢咧？就係你話要維持而家方案嘛？而家話俾你知就好多家唱作聯盟，而家話俾你知咧就係好多電視台唱片公司嘅利益咧，包括咗裏面好多歌手為然啦。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諗你哋要防嘅就係你哋嘅方案究竟係改進啦，定係維持原狀？如果係維持原狀嘅時候，你就要防甲方嘅另一個 check 就係佢會同你講黑水講。當然你哋可能都防咗，因為你哋講嘢都講咗上嚟，人都冇講。咁但係呢樣嘢你哋都要諗，即係你可能呢方面其實甲方冇方案嘅，但係我自己喺度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你粵方有幾個方案。咁第二點就係喺嗰個邏輯個推論上邊啦，正如我所講，專業評審個專業究竟喺邊度咧？我就即係可能連少少本身佢哋點樣去評選啊，或者係點樣去覺得一首歌係好咧？即係無論係從技巧啦，定係從嗰個播放率啦，諸如此類嘅場面嘅事，其實呢啲我講我會期望聽多啲，因為你哋都係要喺呢方面俾多啲資料嘅，咁但係呢方面多功課真係做得唔足。反而就正如頭先兩位同事所講，就係可能韓國嗰雖然發光咁，反而冇得講得太過，即係太講得太過波澜啲都話，即係呢個我覺得都唔係好關鍵嘅事嘅，即係你問我嘅話，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諗多啲。咁啊，最後咧，仲有一個方案就係講緊大家可能睇呢條辯題嘅時候，知道反駁咧都需要即係去反駁對方嘅邏輯啦，唔係嘅唔好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可以。方法就係
多人少做嘅，呢樣嘢係一聽落去就即係比較真係唔易嘅，係嘛？正如呢邊又係啦，即係我唔係選出嚟曲，因為佢冇技術成分㗎嘛，係咪啊？如果有嘅時候，咁你咪